中文前真的他会说刚刚那个尖叫谁了我说刚刚那个哦家里很多名声呢，对吧？三个，是吧？我们要先回去。啊，去他们家去晨间。啊。好。吃东西呀。哦。吃饱了。哎，叫他们加油一下。我刚上去吧。啊，你看，看不起啊。看不下去。哦，你好，难得摸到哎。对呀、啊。